We're going to Boston. We're going to Boston! I got my head out the sunroof. I'm blasting my favorite tunes. I only got one thing on my mind. 我们现在正在等我们叫的 Uber 来。9个小时到波士顿，所以我们要先到费城去转车。现在是7:28，然后我们大概八点半的时候会到费城。我们原本在这里，然后我们一路坐到这边了，坐到费城，看到费城了，已经5-6个月没回来了。Please observe social distancing and cover your mouth and nose with a cloth face mask. You've only been here like once or twice.现在早上8点多，然后卖食物的地方都没有开，都没开。吃早餐。这个咖啡跟可颂其实加起来要台币大概240元，但是我还是买了，因为真的没什么选择。在这家店里面，我们现在在费城的火车站。大伦还在认真读每个板子上写的字，我就在这里晃来晃去。
现在已经9:29了。我们本来的火车是9:10要出发，但是因为误点变成10:07，误点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晃一晃，然后就随便看看。Is it too late to find love? Is it too late to cry? 现在在等我们的火车，就干脆来逛纪念品店。Communication breaking, convos getting dead, relations convoluted. He is person of the year. 我们要买这个费城的冰箱贴。火车延误快2小时。拜拜 ，Billy。现在12:29，我们到纽约了。4:51，我们还在车上，已经下午5点，下一站就是我们，终于可以下车了。Again, this is Back Bay Station. Please make your way to an exit.我们终于到了波士顿的 Back Bay 火车站，现在要叫 Uber 到饭店。It's very close. About 5 minutes. Yeah, I'm not walking with it.我们终于到了，到波士顿了。Finally here. 你好。原本要坐8小时的车，结果坐了10小时。Thank you. Hello. Hello.我们的饭店了。That's so cute, the Christmas tree. 终于到饭店了。刚刚 check in 好，这地方真的好可爱哦！拿到钥匙了，现在要去看我们的房间了。我们在21楼。刚刚那个服务台的人也叫 Darren， 跟他名字一样。21楼到了。房间，来看看。我们就来一个小小的 room tour， 我也还没有怎样看过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。在门口进来，我们就是右边一个厕所，
厕所都是黑色跟白色的，然后到这边一个超级亮粉色吹风机，粉红色洗手乳，一个大镜子，然后这里有水，很可爱的水，但这一瓶就要每斤5元，所以不要乱喝。很干净哎，就是很干净的、很简单的一个厕所。走过来挂衣服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大镜子。10个小时后终于到波士顿了，然后再过来就是我们的房间，我们的床，这边有一些装饰品跟带轮，好可爱哦。然后做这种感觉是工业风的那种 ，very industrial。This is all concrete。对，就是这种水泥墙。一个皮的可以放东西的地方，然后还有这个超可爱的电话，好喜欢这个电话。再过来就是这个房间最厉害的，这个夜景，你看，把窗帘拉起来给你们看一个没有反光的夜景。大概早上7点就已经搭火车，然后搭到本来是预计说3点，下午3点就应该要到波士顿，结果就整个大 delay。我们在费城转车的时候就是 delay 了2个小时，然后中间也是因为昨天美国很多地区下了很大的雪，所以很多路况都变得很不好，他们就得一直 delay 一直变慢，然后后面很多的火车班次甚至都被取消，所以我们算是还蛮幸运，就是至少没被取消，然后平安到达这里。现在是晚上的6点10分，然后我们要准备去吃饭。我今天只有早上吃了，在火车站吃了一个可颂，然后在火车上吃了一个热狗而已，所以我就是非常非常饿。现在就准备去吃饭。现在来我们饭店的 rooftop， 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坐在这边吃东西聊天的地方，然后看夜景。我们饭店的名字 Moxie。 晚点吃完饭，如果有机会再过来，先去吃饭。看这个灯，这个饭店真的太酷了。这是饭店的一楼。抵达波士顿的第一天，这是我们2022年的第一个小旅行。我们饭店其实就在 Chinatown 这边，所以我们要走去哪里都还蛮近的，尤其是我们要去吃饭的地方，这边有很多餐厅。那里有留一手火锅，我第一次来波士顿的时候没吃到，因为排太长了。到了就是这间餐厅 Tora， 看到很多人推荐，走吧。Tiger sugar for like 5 or 6 months. Yours one? Right here. Or you can just put it in. Okay. Yeah. Yeah. I want to shake it. There it is. Boston's Chinese city. 比费城的大很多。我都忘记老虎糖有多好喝了，我刚刚一喝就说，啊、哦，好好喝哦，感动。因为我搬去的地方没有。到家了，要给你们看一下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 check in 的时候，哦，我看起来腿废了，我现在就要给你们看，因为我跟戴伦这一个房间5天4夜下来，一个人平分是付了
$275美金而已，但是他就送了我们一人一张这个去他们的 bar 十楼的 bar 免费换一杯饮料的券，就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人一张，然后他还送了我们4-5张这个$25的消费券，也是说去他们的吃饭的地方和上面的 bar， 就是如果你要买食物或饮料都可以用这个消费券来换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划算的，因为5天4夜$275，然后又给我们排到很高的楼层，我们不用说就是另外付钱去看夜景啊之类的，所以感觉还不错吧。我们今天搭车一整天，他已经很累了。我好累。戴伦跟波士顿夜景的合照。